新加坡中央商务区全新地标耀世而生，您的全新商业生活模式从此开启。在290米的垂直云霄，这座新加坡最高的建筑将带您领略令人屏息的城市美景和壮丽海景。坐落于丹戎巴葛地铁站之上，这座雄心勃勃的综合体建筑必将成为此区域的活力中心，这就是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全新概念——垂直城市，丹戎巴葛中心。无可比拟的便利设施，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，国际水准的商业环境，丹戎巴葛中心坐拥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丹戎巴葛中心集甲级写字楼、奢华商务酒店、限量顶级豪宅、零售餐饮空间和市区公园于一体，充分展现了当代人工作、生活、娱乐的全新理念，由世界著名的 SOM 建筑师事务所倾力打造。丹戎巴葛中心可直接通往丹戎巴葛地铁站和未来的麦士威地铁站，其周边更是遍布琳琅满目的餐饮和娱乐场所。丹戎巴葛中心以其环境可持续发展至上的设计理念，荣获了新加坡绿色建筑标志白金奖和美国 LEED 白金预认证，坐拥丹戎巴葛中心之冠，华利世家，在新加坡最顶级的地段，提供了最令人新鲜的生活方式。从熙熙攘攘的中央商务区，步入华利世家奢华优美的首层大厅，这里设有华利礼宾服务部和休闲吧，供您小憩。华利世家的住户可享受四个专属的配套设施楼层，为您提供绝无仅有的生活享受。您可在海拔180米的无边际泳池尽情畅游，将令人惊叹的大海和天际美景尽收眼底，亦或是在雅石苑休闲餐厅与家人和朋友来一场下午茶，享受轻松惬意时光。您可在世界一流的健身房，一边健身，一边享受城市风景。夜幕来临，您可在图书馆读一本好书，度过安谧的私人时光，或是在华利世家的社交雅间优雅待客。于城市繁华之上，你可在私人餐厅盛宴厅享受最精致的用餐体验。华利世家拥有1到4房式单位、4套顶层豪宅和1套超级顶层豪宅。关注细节，坚持独特的美学，华利世家的每套单位都秉持这一理念，用心为住户打造设计、空间和功能均至上的完美居家。华利世家超级顶层豪宅，新加坡首个玻璃悬臂平台，在这个仅属于您的天空之城，尽享一览众山小的绝美景观。华利世家超级顶层豪宅，全套面积达21108平方英尺，在62层的高空，体验无与伦比的生活享受，欣赏前所未有的极致窗外景观。华利世家，与您一同企及您人生的巅峰。